牛粪压块燃料在青藏高原替代燃煤生活取暖做饭，具有显著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。首先，牛粪压块燃料充分利用了青藏高原丰富的牛粪资源，实现了废物利用，降低了环境污染。与传统燃煤相比，牛粪压块燃料燃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量大幅减少，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，保护生态环境。此外，牛粪压块燃料具有高热值、燃烧稳定、便于储存和运输等优点。使用牛粪压块燃料可以有效减少煤炭开采、运输过程中的生态破坏和能源消耗。在青藏高原这一生态脆弱地区，推广牛粪压块燃料有助于保护土壤、水源和生物多样性。同时，牛粪压块燃料的生产和销售为当地牧民提供了增收途径，促进了经济发展。在冬季寒冷的青藏高原，牛粪压块燃料为居民提供了温暖的生活环境，提高了生活质量。